今天那个隧道是通了那个上体通啊，那个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，而且这个问题，我看那个肺里在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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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转转转，肺里在转，转的时候突然从管道里面拔出来那个，拔出来那个，突然从管道里拔出来那个碎石头啊，碎石头啊，拔出来是，啊，就像卡扎的感觉。 就那个石头就卡，叭一下子把身体勒着的感觉，把身体勒着的感觉就把石头啊，把石头拉出来了，拉出来了，拉出来了啊！这个就是肺里在转的时候，把那个长江上下从三峡大坝到葛洲坝之间呢，地下的通道啊，我前面讲了一个地下通道啊，他准备上手术的要准备拔，现在啊刚才就往外一抽啊，往外一抽的时候就是。 就是那个感觉是石头啊，从石头啊就把人家那个抽抽到的，抽过去把那个那边刮了一下子的感觉啊，把那边刮了一下子感觉啊，把那边刮了一下子感觉啊，啊，把那边刮了一下子的感觉啊，啊，我现在收到这个信息了啊，收到这个信息了啊，就那边刮了一下的感觉啊，那边刮了一下的感觉啊，那边刮了一下的感觉啊，我现在知道那个，哎，我知道那个肺里啊，肺里在。 在为了拓展三峡大坝，三峡大坝底下，三峡大坝底下的那个通道啊，拓展一下三峡大坝底下的通道啊，啊，正在做这个事情，啊，正在做这个事情啊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啊，再见。